今天的天气资讯，接着看山海气象。屏东狮子牡丹满洲多云的天气形态，高温24度。太武来意春日低温降到了16度，定点在春日，高温23度。三地门雾台马家低温14度，地点在雾台，高温23度。高雄的原乡地区低温降到了9度，地点在桃园，高温22度。嘉里山整天感受凉冷，气温落在10到21度之间。南投的原乡地区低温降到了4度，地点在仁爱，高温也只有20度。台中和平气温6到18度之间，整天感受凉冷。苗栗南庄狮潭泰安低温12度，高温18度。新竹关西尖石五峰低温8度，高温18度。新北乌来桃园复兴多云的天气形态，气温落在12到17度之间。宜兰大同南澳低温10度，高温19度，有80%的降雨机会。花莲的部分，新城花莲市吉安整天感受差不多。气温落在19到21度，秀林及万荣低温12度，高温21度，寿丰丰滨低温17度，高温22度，凤林光复及瑞穗气温落在17到20度之间，是多云的天气形态。卓溪、玉里及富里低温7度，高温19度。台东海岸线地区低温19度，高温22度。时尚关山海端及延平低温12度，地点在海端，高温20度。鹿野的东势及卑南低温17度，高温23度。南回地区低温14度，高温23度。兰屿地区气温落在22到23度之间。最后，外岛、连江、金门及澎湖低温17度，高温22度。